要关心的是，为越南走私的肉品验出到非洲猪只了后，转台湾大清查。屏东县的警方执行着三波的清查行动，在一间越南的小食部，搁查到来路不明的猪肉。查获的猪肉，这个是在某越南小吃部，是属于供应一般越南移工一般日常食品，或是一般日常的一般的食物。这次查到的是生鸡生肉，根据着现场渔工的讲法，拢也未来使用。啊，这包生肉已经送卫生单位来检验，肉品的来源爱搁对查。